乾坤始元年间，三界乱，鲛人族娥皇在妹妹羽皇及大祭司林百川的支持下，历经300余年战事，方平乱三界。始建祭西府，以鲛人族世代相传神秘族宝鲛珠的化生之力，去世间污虐之气，换祥和东升，一切黑暗力量不得靠近济西城。鲛珠在，我就在。相传鲛珠为母神女娲补天剩余的七彩溶石孕育而生，集世间万物苍生之精气，主祥和创生，而历代女皇便有了孕育鲛珠之神力。剑云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不用了，去救你的千叶吧。剑云，千叶陛下，您贵为一国之君，肯定很爱护你的子民了。我跟你玩一个游戏。长生还是司马大？长生还是司马道？马道，看来你舍不得长生了。我要你的角珠，来唤醒大魔剑。剑云，师父，心气不稳，怎能练得真功？
哎呀，师傅，我这都练一天了，不练了。等等，早点回来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师傅，姬熙出事了，明先王唤醒羽皇，合谋杀害娥皇，皇城危在旦夕。抢走我的男人，合谋杀死我，现在告诉我是我自己让他不爱了，让他恨到出早已把杀死我的剑。王女千叶才是我们的王。请出达摩剑。是。师父，这把剑怎么没有剑体？百川师兄曾说过，这把剑在危险关头能保全千叶的性命，告诫千叶潜行修行教诸，方能唤醒此剑。是。来呢，只要两样东西，达摩剑和千剑。休想！都跑了，你干嘛要杀他？我是猎人，我看到兔子我能不杀吗？再说我好几天我都没吃肉了。你竟然还想吃它？爹，兄，这位是？他要吃我兔子。这位兄弟，不要为难我们。举手成刀，散手成猛，你是木人族。兄弟，这样吧，咱们交个朋友，你还我兔子。什么兔子啊？走。哎，饭有着落喽。你刚刚真应该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吃我的兔子。哎，师兄，你说我下山玩了这么一会儿，师傅他会生我气吗？不会。那就好。哎，师兄，没事，
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师兄，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明星幻想玉皇，合谋杀坏娥皇，现在已经奔着你来了。参见。对，你的父亲林百川交代过，你要潜心修炼教主，才能唤醒大魔剑。但这之前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那云虚阁呢？师父呢？云虚阁，云虚阁已经……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！放着吧，让母妈来。母妈，我来吧。俊宇，去把屋里的菜摘了。好嘞。哎，对了，母妈，长生哥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哎，这小子，这都大半天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疯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小子这又去哪儿了？别乱跑。哎，没什么，有我在呢，没人敢欺负你们。长生啊，现在天下不太平，明熙王掌权。长生哥，你回来了。来，俊宇，现在呀，娥皇时代已经结束了，咱们家虽然离皇城远，但是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俩。哎，再说了，鲛人族他们越乱，咱们牧人族就越强，咱们这日子呀，说不定以后就再不用隐姓埋名了。就是，早就盼着他们鲛人族出事儿了。当年那个羽皇对我们赶尽杀绝的，虽然最后娥皇假模假式的封了他，但是双生姐妹，谁知道是怎么回事？还有我父母，幸好有母妈在。俊儿，放心，只要有母妈在，你就有家，别怕啊。哎呀，娥皇已经死了，那咱们也算安生了。我们族人啊，一定还有很多，只是没有聚集起来。只要咱们彼此团结起来，找到都可以了。其他的族人我还没有找到，不过俊宇、长生，有你们两个在，你妈就放心了。有我在啊，你就放心了。他懂什么呀？我放心啊，是因为只要有你们两个好孩子在，就可以为我们的族人再添个小族人，将来呀，我们牧人族就会人丁兴旺啊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两个呀，你们算一算啊，一年生一个，三年生三个，这五十年就是五十个呀。妈，你以为生小猪崽子呢？长生哥，这小猪有可能还挺能生的。哎，滚远点啊你！就挺能生的。哎，站住，孩子，这是干什么呀？站住，俊宇，站住，站住。
赤青山，纵使那死丫头跑到天涯海角，我定要找到她。也不能少。雨欣，你说的是十五步。雷爹，我错了。雷爹，我对不起你。雷爹，我对不起你。雷爹，雷爹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。雷爹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原谅我，原谅我，雷爹。雨欣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命是你给的，我身体里流淌的是牧人族的血，可你爱我，你恳求娥皇不要杀我，他没有杀我，可他却屠戮了我的整个部落，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。我们离开这里吧，明熙。姬西城不属于我们，在这里你会变成一个魔鬼。只有离开这里，你才是我的明熙啊！我走不了了，我走不了了。真驾驶童叟无欺。爸爸，你看看这货色。假的？啥？不可能。你看这色相。你看看。看看。这么近干什么？这么远你能看得清楚吗？又这么近，又这么近。哎，行了，我，你快点给赔价钱，我还回家吃肉呢。哎呀，别着急呀，这个字儿要看清楚啊，这个距离很关键啊。来来来来，你看看这个字儿啊，看见没有？倒大一个骗子。三人，你叫长生吧？
前段时间你当给我的号称1000年前文纣王时期的明月湖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这生意这么好，我能不记得吗？我是白天绫罗擦，晚上抱着睡，我喜欢的呀，就差天了。他妈的，前一段时间我的佣人告诉我，这是猎户用的夜壶。我说我那怎么有个陈尿味呢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给我打！哎，站住！狠狠的打！我东西呢？剑已经在你们老板那儿了。识相的话，这些你们就拿去，回去跟你们老板说，说我这个胳膊也被打折了，胸脯也被打穿了，头呢也被打傻了啊，反正让他高兴就行。再追我，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。长生哥，你还跑还跑？哎呀，两天不见到你，我妈都担心死了。哎，我都多大了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家，我还没买肉呢。跟我回去。哎呦，我不回家。这小贩儿是青芒山下司马道当铺的一个伙计，他说是一个叫长生的当给他的。长生，禀明星王，刚才他说的几个地方都是假的。放过我，我哪知道那个兔崽子在哪儿啊？机器那么大，青芒山下十几个城镇，我哪知道？我求求你们，放过我吧。我只是一介草民呐。你做典当铺多少年了？两年。在哪儿啊？青芒山下司马道。平均多久来一次啊？隔三差五来一回。我确实不认识他。几期有多少典当铺啊？登记在案的有51家。画像都画了吗？画了画了。把老板都给我抓了，让他们挨个辩，说不清楚的，给我好好审。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挖出来。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小偷，居所藏匿。但是不要全程贴告示，免得藏得更深。
脱就麻烦了。现在宫中的这批大臣，他们人人心中各怀鬼胎，千夜一天不出，就难以平复宫中的愤懑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觉得现在的军营有些不稳。当初的那些老臣，他们可谓是个个有功有劳啊。你说，当初你怎么就不能收手呢？杀了他，你以为你就控制得住局面了？当日那些大臣都是跟随娥皇多年，你以为杀了娥皇就能够让他们听你的号令吗？明熙王，我是来破的，而后如何趋利，想要做王的可是你明熙呀。那些我不用你管，你只要帮我抓了千叶，保我为一国之君。你已经试了呀。可是天下不仁，他们说是我阴谋篡权，千叶才是继承人。难道不是吗？虞姬，你阴阳怪气的为哪般啊？当初若我不是用鲜血封印了教主，把你从那污水城堡救了出来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你这个女魔头，现在说话的可是你的王。是千叶在，我不是王。千叶在，你可以是王。如果不需要杀死千叶，你也就不需要女皇了，不是吗？杀死娥皇的是女皇，杀死宫廷大臣的也是女皇。而你是万里寻亲、忍辱负重的好舅舅。等千叶回来，新一代角逐归位几息神殿，便可压制羽皇。千叶病亡，而你不得不继承王位，改弦更张，继承大。陛下，您要讲给您的子民您想要的故事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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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生，你赶紧看看，长生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还是个大活人？别说了，赶紧看看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魂元生，六道万物，五成天尊，混元六。体内有位修炼成型的蛟蛛，
鲛珠，只有那个鲛人族女皇才能修炼的鲛珠。现在灵犀王掌权，难道这女孩就是传说中的皇女千叶？这什么剑法？我也不太清楚。那咱们是救还是不救啊？那明星王要是追过来了怎么办呀？别愣着了，赶快去把大门给我关上。啊，好。唐生，去把我的乾坤丹拿来。明熙王，茶好喝吗？玉华，这宫里想保护千叶有那么多人，他怎么也不可能是我。美的姑娘啊，真是可惜了。你们两个，好自为之吧。千叶吧，我曾经是牧人族的小姑，对于鲛人族鲛珠一事略有耳闻。不过你别害怕，今天是我们家长生把你救回来的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鲛人族和牧人族虽然有世仇，但我知道那是羽皇的个人所为。在下千叶没错，谢大娘救命之恩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不过，你体内的不适，是因为鲛珠世代相传的上古神力还在你的体内聚集。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不在云虚阁由大祭司护法？云虚阁已经没有了，除了我，我一人身患。什么？这黄芪不够了，那你就去买点嘛。我过会儿就去。
盯着我们。混元墓，一定是有人在使用混元墓。不好，要出事儿。俊宇，快去找长生，找到了长生也不要回来。咱们在西江集合，那里墓人多。母妈，那你呢？我得带着千叶走。妈，听话，快点，快点走。母妈，听话。母妈，快走！那我们在西江等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走！注意安全，快走！千叶，明王是让我来保护你的。胡扯！派来的吧，你去死吧！妖魄，我母妈呢？是不是你把我长生哥也藏起来了？千叶呢？千叶，哦，对，你给他煮过粥，还给他擦过脸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在一旁看着呢。你是不是喜欢你长生哥哥呀？我看你在他旁边都挪不动眼珠子呢，你才挪不动眼珠子呢，我可是长生哥未过门的媳妇儿。我呀，的确有过挪不动眼珠子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在前方杀敌，他在后方护我周全。我杀一会儿敌人，又回头看他一眼。无论我什么时候看他，他都在看着我，直勾勾的，就只看我一个。于是，从战场上下来，他替我疗伤，我也挪不动眼珠子的看着他，看他替我的伤口皱眉，看他为我心疼。哪个男人看到你这样还会爱上你？你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未过门的媳妇儿，我曾经也跟你一样傻，不愿意相信我喜欢的男人会抛弃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没事儿，我让你亲眼看看你喜欢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你手受伤了。我要你疼，我要你疼。别吓。你没有父母，可是我也是孤儿啊！你还得送你母妈最后一程，我呢？我呢？我怎么办？别哭了，你成功了。为什么没有健身？你父亲的魂骨呢？放在了云虚阁。你呢？从小又在云虚阁被长老所教养。你父亲担心大魔头的现世，也担心达摩剑被贼人所抢。那这么说，你就剑的主人。那他如何认定我就是剑的主人？傻丫头，大魔头的现世，那就说明娥皇和鲛珠已死，鲛珠下一个继承人就是你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体内角珠的灵力就是唤醒达摩剑的关键。这袖子还这么脏，重洗。哎，你自己洗，帮你洗衣服就不错了，还有点挑剔。那自己看，衣服一件，馒头包子各五个，熟肉二两。长生，你不会又偷东西了吧？啥？你瞎说什么呀？我是拿你给我的耳环换的。哎，你这头是不错啊，拿去卖了，今天晚饭就不愁了。或者，你把衣服给我，我拿去卖了，明天晚饭就不愁了。要不然，我拿你也买了吧，这样我这一辈子我都不愁了。你这衣服七八天都没洗了吧？长生，你才七八天没洗。我都上午八天了。你在这干嘛？你走啊！哼，我不稀罕。排除杂念，修炼鲛珠。爹爹，
母亲死了。为父知道，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与你的母亲相见了，所以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那我该如何驾驭这达摩剑？当你把蛟珠修炼完成之时，你自然就可以驾驭达摩剑的力量了。爹爹，我该如何修炼？心、力、灵、千叶，记住，你是林百川的女儿。爹爹，你是肉身，不要长期的沉浸在这灵虚海，快回去吧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俊宇他怎么样了？我们牧人族，每到危难时期，就会回到西江圣域寻求庇护。那里是我们的根，他应该已经去那里了。那如果到了西江，也找不到他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是这个国家的希望，现在是蛟珠修炼的重要时期，你的灵和力都需要及时调整，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能疲惫。可是我很担心他。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他吗？我也很担心他呀，但是我要完成母妈对我的遗愿，我要保护你。俊宇他喜欢你，你不觉得这样对他很过分吗？你不懂，我一直都把她当做妹妹。这个明熙不老实。你别过来，走吧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了你偏不信，他现在知道了吧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明熙，你醒醒吧，这个金溪城本来就不属于我们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来得及？来不及了。大王，大王，明熙呀，应该说吾皇万岁呀。我警告你，要是敢动明熙一根毫毛，我就跟你拼命。明熙。
是王。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不用了，去救你的千叶吧。炫宇，我的国，一个肮脏、狭小、充满恶臭的地方，这些都是拜你父母所赐。你这个恶魔，快放我下来！我要杀了你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真不愧是林百川的女儿，杀了人还得封自己为圣灵。我告诉你。你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我就杀了你！那我得先问问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，一个男人朝三暮四，任凭你对他再好，都是枉然。你已经通过我的浑元目看到，他们两个人卿卿我我，打情骂俏，很是热闹。哼！千叶陛下，您贵为一国之君，肯定很爱护你的子民了。我跟你玩一个游戏，长生还是司马大道？长生还是司马道？司马道，看来你舍不得长生了。我要你的脚珠，来唤醒达摩剑。王的女儿，取出鲛珠，唤醒达摩剑。
川，你突破了结界，你要杀我？不是我要杀你，是你自己要杀死你自己。300年前，你刺了我一剑，等了300年，你又刺了我一剑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我爱你。过了300年，你还是不懂。秦燕，秦燕，俊宇呢？我能救他。过了300年，你还是不懂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没有千言，没有长生，只有我跟林百川的故事。小时候的我在皇族权力纷争中被追杀，身为牧人族的他不计世仇护我左右，直到我成为王。可后来我变得自私冷酷，充满野心，甚至向苍生举起屠刀。百川，我懂了，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轮回的故事。是我们孕育了千叶，孕育了曾经那个勇敢善良的我。你用灵体化作达摩剑，斩杀的是我体内的恶魔，斩灭的是那团邪恶的欲念。弃恶念，助人善，祥和东升，国泰民安。
我等你回来。